对，他第一次都是我跟他做了手术，是我们。嗯嗯，还好，对不对？好。你有没有那个呀？有没有福袋呀？有，把福袋系起来。画面中正在查房询问产妇恢复情况的医生名叫戴淑兰，是武汉协和东西湖人民医院产科主任，农工党东西湖区工委主委。自疫情发生以来，戴淑兰与她的团队为50多名产妇实施手术，而这其中也包括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患者。娘婆生一共51个，这个新冠肺炎的话有1例，再然后其他的就是疑似的呀，产妇来了。如果是发烧的话，那我们咳嗽有流行病学史的话，我们就到发热门诊，感染科下面的一个发热门诊，在那去做 CT 核酸检测查血，然后由专家组来评论，就是确诊还是疑似或者是排除。然后如果是正常的话，正常的妊产妇来了以后，我们就是也要查 CT 血常规，然后在24小时内也是要完成这个核酸的检测。作为武汉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，协和东西湖人民医院经常会收治转院过来的疑似新冠肺炎的产妇。1月27号，一名怀孕33周后被确诊新冠肺炎的孕妇，经过剖腹产手术顺利生产。作为此次手术的主刀医生，戴淑兰记忆犹新。我们足月是40周，早期成手术37周，她才33周，病情很重，呼吸困难，然后说话都是在呻吟。我就考虑到，你如果是毛毛要不拿出来的话，那么妈妈的病情再继续恶化，也不好用药。其实从开始来说的话，我最多考虑的就是这个妈妈和这个胎儿，根本没有想到我自己怎么样。手术时由于穿戴厚重的防护服、护目镜和手套，戴淑兰不但视野受限，动作也变得沉重缓慢。剖宫产术手术的时间比正常情况的时间延长了1倍，经过2个多小时，手术顺利完成，母女平安，戴淑兰十分欣慰。新产人拿出来也蛮好，这就是这个妈妈情况也都非常好。做完了以后的的确确紧张，那个时候本来就是疫情很重的，这个最重的时候，我就心想我这怎么办呢？我到哪去呢？我就想还是到酒店去吧，就到酒店隔离要14天，就是2点1线。手术后，戴淑兰怕家人担心，并没有告诉他们。后来媒体在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，进行了报道，家人才在电视上看到了久未回家的戴淑兰。我妈妈也是什么时候知道？就是面对面，我妈妈天天看，她98岁，到现在很清白。她就是每一天看这个疫情，但她不知道，就是董倩采访的时候，她才知道。知道我哥哥嫂子说，他怎么说呀、啊？他就说，只要说呢，只要好就行了。还是以前的我的妈，我妈一直就是这样教育我。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个月了，我都没见到他。尽管很想念家人，但戴淑兰和他的团队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。每天除了在门诊接诊、病房查房、手术室手术，他还要往返传染科会诊。现在他还建立了孕妈妈群，为了确保孕妇随时与他沟通，他的手机24小时在线。这个群，并且已经公布了我的电话号码，每天多则40-50个电话，少则上10个电话，都是这样。再加上那个微信群里面，我有时候是2-3点钟都在回答他们的问题。我们只要说一句话，对他就是一个定心丸。我觉得我的价值得到了承认。所以我很爱我这个工作。要说这个疫情完了以后最想什么呢？最想能安安静静的回到我以前一样平平安安的，然后工作。今年56岁的戴淑兰已从医30多年，5000多个小生命从她的手中诞生。疫情期间，尽管每天都是高负荷的工作量，但每当看到产妇及家属充满信任的眼神，听到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，戴淑兰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新生儿就是我们的希望。这个疫情来了以后，我觉得
这新生儿更加珍贵。从开始当医生的时候到现在，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医德，应该的。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所在职责所在。